16日7时30分，著名播音员、主持人赵忠祥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离世，享年78岁。主持人曹可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今天是赵老师的生日，本想祝他生日快乐，没想到噩耗突然发生，我感到十分悲痛。在曹可凡眼中，赵忠祥是年轻一代主持人的榜样，对后辈尽心扶持。非凡娱乐，时事。